玉伟，厂伟，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小只哎，我也没有想到你这么高。那上车。好。抱歉，我家里有刚好是有，所以我就没办法在我那边。没关系啦，刚好我一个人住啊，都可以坐啊，床可以坐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我们要先洗澡吗？我洗过了。那我先去洗澡。好啊，你去洗，你去洗。洗好了。嗯。你第一次约吗？对。让我们慢点。好。好痒哦。你怕痒？不错啊，欸，我跟你说，他本人跟在床上。OK OK， 好，不用跟我讲细节。干嘛？没有怎么样。欸，你跟你那些什么好朋友才玩得更疯吧？靠呗哦。欸啊，可是你说他是第一次约啊？对啊。那这样会不会容易晕船啊？会吧。我跟他说只约不谈感情我才约的耶。是哦。等一下一起洗澡。没关系，我回家洗就好。哦。很奇怪，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没有啊，就好奇啊。那你呢？你交往多久？他是我的初恋，我们在一起三年。所以你刚分手就出来？因为他劈腿啊，就有种报复心态吧。但一开始也是蛮冲动的，直到后来遇到了你。然后就跟你聊得蛮开心的，也觉得你很可爱，也很这样，很棒。哪里棒？好尿。好了好了，不闹你不闹你不闹你。那你的，你跟上一任交往多久？怎么了？没有啊，就好奇你们是怎么分开的。他不告而别。
但没事了，也过很久了，我也没有很想要聊这个话题。我绝对不会这样。怎样？不告而别啊。虽然我们还不是情侣，但如果要分开的话，我一定会好好跟你说再见的。谢谢你哦。嗯。去洗澡。嗯。吓死谁啦？在看什么、啊？笑那么开心？哎、欸，我给你看这个，超好笑。玉伟传给我的梗图。是谁说不谈感情只约的、啊？又没有干嘛，就只是传梗图而已。嗯，我觉得你最近变了哦。以前朋友你都只约一次，你这次约了这么多次。还跟人家聊天传什么梗图的啊，我就觉得跟他聊得来啊，交个朋友不会怎么样，是吗？对啦。哎、欸，常伟，嗯，我是觉得啊，如果你对这个人有感觉的话，也许可以考虑发展看看。好啦，这只是我的小小意见啊，我只是难得看到你这么开心，也许他是可以试着发展对象了，再看看喽。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。今天晚上看电影，可以啊。你想看什么？我们约6点。很好笑哦，明明自己这么容易晕船，还要跟别人说只约不谈感情。你明明就很想要一段稳定的关系，但你害怕这段关系突然消失，
所以你选择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，让你自己跟别人都没办法再往前一步。因为真的很痛。我知道啊，但我发现你这次和那个男生很不一样。以前你就算很心动，你也不会主动多做些什么。那你这次跟他发展除了在床上以外的事情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或许他对我也是有意思吧，但也有可能没有啊，自己会错意。啊，总之之前这样子说了，那他要去找别人是他自己的自由啊。你不要再退缩了，就算他要去找别人，你也要去弄清楚啊。你晕船就晕船，你喜欢他就喜欢他，这又没有什么对错。你要正视自己的感觉，你不要再把自己关起来了。去找他吧。我以为你不想理我了。没有，只是我的前任前几天来找我，他这几天传讯息给我，我都不理他，然后他就跑到我家要来堵我。他应该是想要跟我复合，但我不要。嗯，抱歉让你担心了。干嘛道歉？不用道歉啊。我们之前说好是那样，如果你要跟别人，你想找别人的话，那也没关系啊。我知道我们之前说好了，但我对你好像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。我也是。那你愿意跟我聊聊吗？嗯。我因为前任的关系，我变得很害怕谈感情。好不容易建立的关系，好像随时都会消失一样。他出了一场车祸。那时候我们吵架吵得好凶哦，我又是那种不会把自己的情绪讲出来的人，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冷战。后来他消失了好几天，是他妹妹用他的手机联系到我，我才知道原来他消失的那几天，他出了一场车祸。然后他就走了。这种不告而别，让我觉得很难再继续谈这种感情。我不是说我不会不告而别吗？畅伟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可以再更进一步认识你吗？嗯。可以再好好的认识你们。嗯。虽然我不敢保证我们一定会在一起，但至少我们可以好好的面对彼此。就算我们最后真的没有在一起，至少我们可以好好的跟彼此说再见。好。谢谢你。Hello， 我们是夫知道，我是阿凯，我是李欧，我是林木宏，我是于轩，我是亚亚，我是娇娇，我是玉维，我是凯凯，我是常维。今天的剧本呢，是我们木宏编剧的，是学习如何说再见。
那是用比较感性的故事去，当我们面对每个关系的就是道别，或者是我们要说再见的时候，我们如何能够好好的把这些伤痛给面对，然后可以有更多的力量继续向前，是我们这部剧本想要讨论的主题。那如果喜欢这一集服务剧场，欢迎把影片分享出去，也别忘记按赞、订阅、服务照 FB 以及 YouTube、IG， 并且加入官方 LINE， 搜寻服务照就可以找到我们了。服务剧场的冠名赞助呢，谢谢我们的 Green Jazz。那我们这一次的拍摄场地呢，也要谢谢我们花莲吉安的花童林民宿，谢谢。那我们也会把所有的演员放在我们的资讯栏，欢迎大家去把我们给追踪，欢迎大家去把我们给追踪起来。那么我们服务剧场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